32岁韩国演员李东辉与23岁模特郑浩妍恋爱消息被公开。6日上午，有媒体爆出，在电视剧《请回答1988》中饰演刘东龙的男演员李东辉，目前正与小9岁的韩国模特郑浩妍热恋。该媒体说，李东辉与郑浩妍两人性格都很坦率，因此两人的恋情在模特圈和影视圈早已不是秘密。事后，媒体联络李东辉所属经纪公司，经纪公司表示，李东辉确实承认了这段恋情，但这是两人的私事，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恋情，公司方面不太了解。另外，目前李东辉正在为电视剧《请回答1988》紧张拍摄中。近日，其最新写真公开，此次写真以深夜到访的男友为主题，李东辉身着深蓝色夹克，内搭白色打底衫，手持爆米花半蹲在地上，呆萌的表情非常可爱。另一张照片中，李东辉以玫瑰印花高领毛衣出镜，戴着一副红色墨镜，露出桀骜不驯的表情，霸气十足。此外，因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的热播而迅速走红的李东辉颇具女性缘。近日，影星朴世英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，李东辉就是自己的理想型。